接班了哈，所以等于是其实我的 PowerPoint 也都有准备了，不过都差不多哈，有些前面都一样。所以呢，我前面讲过，如果说假设你前面没上过的话，我的东西哈，网络上其实非常多了，我有分享蛮多部落格文章的，还有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哈，影片数量大概也好几万个，我也不知道几个，反正我从2006年开始有 YouTube 开始。我就开始录影、上传、录影、上传、录影、上，反正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上课就录下来，然后就把它上传、分享，就大概是这样子。那跟网红的模式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说我要赚那个广告费，然后哗众取宠，做一些那个搞怪啊，或者做一些什么，甚至是可以去 Seven Eleven 哦，把所有东西全部买，说我10万块全部买光光，然后有你知道这个新闻吗？哦，可能你没有 follow 到那个，有个叫小玉的吧。哦，OK，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凌晨4点，然后跑到 Seven，然后说，全部东西我要买起来，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游民，好，然后就把那个所有东西都买光，然后那可是后来好像那个 Seven 的总公司就非常不高兴，说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然后把影片拍了上传，哦，这样会有问题的哈，但经营方式不一样，那我的东西没有那种搞怪的啊，或者有趣的，也不算，所以这种都是上课的东西。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东西啊，虽然不有趣，但是要把它上得有趣，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变成说，你可能常常要，自己要自嗨吧，哦，因为如果你不自嗨的话，感觉底下没办法，因为这种东西，同学看了就嗨不起来了，啊，因为做不出来，就头很痛哈。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啦，就是一种感染力了哈，就是你要影响。你要自己都要觉得这都很 OK，你才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不然自己都觉得不 OK，你怎么影响别人？自己都写不出来，自己都很头痛了哈。最后我发现一点，就是说，如果自己去做某件事情之后，自己都觉得头痛的时候，那就不要教同学做了，因为自己都觉得痛了嘛。OK，就不要。啊，如果做的过程中觉得真的有成就，那我就把这东西传播出去。所以后来我上课的东西尽量就避开那个连自己都会头痛的东西。OK，好，所以尽量啊，后面上课东西越来越，感觉就会被讲一些比较简单但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技巧。好，OK，那所以呢，我教了蛮多的就是相关的程式了哈。那因为那个关系的话，蛮多地方授课的哈，不是只有在学校单位哈，在业界啦哈，或者在那目前的话哈，开课在东吴进修推广部啊，固定就有开一些。就是这方面课程，还有文化大学啦、自强工业基金会啦、公务员训练处等等的哈。那他讲座这个，我上次也讲过。另外的话，一堆证照了哈。然后观看品，那另外的话，有关这一个课程的上课用书了哈，参考书啦，我是建议哈，也不妨可以把它稍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了，我觉得这本写得不错，是日本人写的，但是台湾把它翻译过来。但是它的优点是真的，我觉得日本人有时候做事情真的是很龟毛，而且呢，哦，就是讲得很切中要领。但是这本书的缺点是说，它是有点像每个功能都讲到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东西，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把它拿来使用的一个完整范例。好啊，当然我就希望说我比如说我把这本书消化过，然后呢，在里面看到有些比较好需要讲的。我就把它加到我们范例里面，然后去呈现出来哦，所以大概方向不太一样。那其他的话呢，还有函数部分。那所以前面你会发现呢，我们大概会分成3个阶段吧。第一个前面的 data 的整理，中间是枢纽分析表。不过在前面你可能还是会需要资料整理的问题。那资料整理问题哦，恐怕还是需要了解有关函数，尤其像怎么样做查询，除了 value 函数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函数？一定有。那这些的话，这本书里面我是觉得讲得还蛮清楚的。它有468个范例哦，也就是说哈，它把所有几乎所有用到的函数，通通把它纳进来，然后变成一个范例，然后用范例的形式哈，让你知道说某一个那个函数该怎么去使用的方法。OK，是写得还不错了哈。那其他的话就 VBA 啦，不过 VBA 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不妨自己在。找机会去看一下相关的书籍哈。那它的优点就是说呢，它可以哈快速的完成一件事情。那接下来的话哈，在讲这个后面的范例之前呢，我先把刚刚我们带到的这一题，
好，先完成好了。那我大概会分成几个阶段，把这个问题，它总共会有12道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做12个报表，12个枢纽分析表。好，那另外枢纽分析图的话，你可以自己再把它画了，所以我们只有表，那图的话你自己衍生出去，可以自己再把它画出来。那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那个我们要的就是范围哈，那你会发现前面从代号档到资料组档，那基本上这些东西啊，以前都是放在像 S 资料库，或者在更早期啊，是放什么 DBase 啦，反正不管放哪里啊，我们基本上现在就转到 Excel。如果我在 Excel 里面呢，也能够要做出像资料库的这些应用的话，那要该怎么做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第一步就是先把名称管理员里面东西全部删掉，哦，那接下来因为没有了嘛，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我将来哈，定义名称主要是因应给那个 VLOOK 函数使用的，然后你必须配合一个 F3 的快速键，它会自动把那个名称给带出来，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建立我们将来要查询的范围。那查询范围大概有几个，第一个代号档里面哈，包含从哪里呢？从那个这个叫县市表好了，好，县市，所以你把这个县市两个之间复制好了，然后范围的话就是 B， 哎，这从 A2 好一直选到 B10 的范围 ，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这边的名称怎么样，把它贴上去，加一个县市表 ，Enter 一下。那也就是说呢，我今天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哈，它会把这个范围用一个名称代替，叫做县市表。OK， 好，县市表。那这个县市表呢，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存在呢？你可以切到名称管理员里面，然后这边有个县市表的哈，那底下就是参照到，所以你可以把它点一下。哎，你会发现哦，你如果点选下面的这个范围的话，它就会显示出这个范围出来。好，哦，县市表 ，OK， 好，哦，那以此类推的哈，后面还蛮多的范围，但是这边会有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未来哈，假如又增加一个县市的话，比如说这边目前看到是9个县市，那如果你又加一个10个、11个、12个，那以后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比如说这边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哈，哦，比如说这边好像少了一个，比如说。现在是代号，比如说我今天这边没有宜兰好了，比如说我这边哈，哦，就多一个编号的话，给它是800好了，好，哦，那当然你如果现在多一个800是宜兰的话，比如说这边我要多一个宜兰，那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呢，哦，它这边的宜兰，哦，比如说宜兰市好了 ，OK， 好，哦，好。那你会发现呢，哎，多一个之后的话，名称管理员里面哦，基本上就少了这一个，那怎么办哈，哦？当然有个方法，你可以怎么办呢？把它重新选取，选到那个 A11到 B11 旁边有个打勾有没有？哎，你就打勾一下 ，OK， 那它就会帮你更新这个范围，它就会到底下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啊，如果你又更新，那不是每次都要一直更新，对不对？所以哈，其实像我们平常一般的作业怎么样，干脆一劳永逸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范围哈，以后呢，你干脆哈，就直接选哪里，向右选2个，再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按住向下，再向下，意思就是说哈，底下全部帮我选起来好了，反正呢哈，我不管啊，底下全部都，以后你增加就自动跑进去就好了。好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一招蛮重要的。一般人其实如果没有太注意到的话，那可能就变成你每次都要一直在那边修改你的范围，或者你忘了修改的话，你可能后面的东西漏掉了哈，哦。那用这个方法打勾，打勾哦，好处就是说呢，哈，哦，以后呢你就不用去管那个县市表有没有增加，反正呢一增加它就自动帮你把它 update 了，哦。OK， 那只是缺点就是说那个范围好像太大了，哦，不过不管了，反正。它基本上哈，哦，一样照跑，也不会因为说你选的空间太大而造成跑的速度太慢的问题。OK 哈，哦，所以那一样的方法，县市表做好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部门名称，所以再做一个部门表。那部门表做的方法就是先选两个 Ctrl Shift 向下，再向下直接选到最底了哈。啊，当然如果你想说啊，然后以后可能不会用到六万多笔，那没关系啊，你可以不要选太多，你要选到一百笔或选多一点点没有关系，你可以预留一个空间。那怎么设定？我想这个是个人哦，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哦。那这边叫部门表哦，把部门表加上去 Enter， 然后分类叫分类表好了哦，分类。那这边的话，把范围一样选起来，先选两个 ，Ctrl Shift 向下，再向下 ，OK。然后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叫分类表 ，Enter。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一个代号档哦的那个三个 table 哦，三个表格就已经帮我建了三个名称。那也就将来如果我要查县市，只要它是代号，那我就可以查到它对照的那个名称啊。那部门跟分类三个哈，所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先把这三个表先建起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把整个选起来，它如果 update 的话，自动会把底下的也增加进来哈。那接下来的话呢，再切到员工 ，OK。那员工部分的话哈，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什么，再把这个员工部分的话哈，建一个叫员工表吧。好，如果说要查员工编号的名字的话，那我可以只要有放个员工编号，我看后面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查询的需求哦。员工姓名，如果说他有员工的相关资料哦，那我可以用员工编号去查。所以这边的话呢，干脆哦把这个部分叫员工表好了，还是那选取的范围一样哦。Ctrl Shift 向哎，不要，先把这个范围先横向选取，再 Ctrl Shift 向下啊。如果以后员工会增加哈，你就干脆 Ctrl Shift 向下再向下，它就会整个选起来哦。那你这边的话叫员工表。然后客户的话呢叫客户表，所以这边的话呢一样哦，把这边范围选起来，然后一样按 Shift 键哦，选按 Shift 键先选横向的，或者你用这样选也可以的哦。我习惯是选第一个，按 Shift 键选最后一个哦。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让它向下选 ，Ctrl Shift 向下，再向下整个选。如果客户会增加的话，那这个叫客户表。OK 哈，啊，记得那个快速键还蛮重要的哦。Ctrl 跟 Shift 是那个范围哈，然后呢 Ctrl 键按住，你可以在这个范围上下左右，有没有？它会自动帮你 Ctrl 键按住哈，它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做移动。哦 ，Ctrl 向下是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Ctrl 向右是这个范围的最右边 ，Ctrl 向上是这个范围的最上面，好，依此类推。啊，如果你多一个 Shift 是选取 ，Ctrl Shift 向下，哎，有没有？所以这一招还蛮重要的，因为哈，如果工作上呢，你不会这一招，你如果用滑鼠慢慢选的话，很容易选过头啊，这边拉来拉去啊，实际上不是好方法哈。然后客户表也 OK 的，商品表也把它建一下，所以看商品表哈，然后把商品两个字哈，一样哈。要拿这个当商品哦，商品表 ，Ctrl C， 然后一样选取 ，Ctrl Shift 向下，然后这边的话呢叫商品表，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叫销货单头，叫单头好了哦 ，OK， 然后一样把 A2 选到 H2，Ctrl Shift 向下，再向下好了，如果单子会增加的话哈，然后这边单头表。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最后再一个资料阻挡啊，这个就不用了哈，就是前面这几个，反正就先把它建范围就 OK 了。好，那建完范围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哦，我们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切到那个员工哦，员工里面的话哦，我要查什么部门名称的话，哦，所以第一个啊，待会请各位试一下部门名称怎么查，哎，它里面好像有什么部门代号嘛 ，OK， 所以你如果说要查什么？查那个部门名称，哎，可以用部门代号查到。OK，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客户啊，客户里面要查什么？
客户里面要查那个县市名称，所以这边有县市代号，可以借由代号查出名称。商品的话呢，可以借由分类的编号去查到编号的名称。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所以后面的话单头就是客户名称，其实你可以从客户里面查到。好，所以这边的话客户代号可以查过来。再来的话还有其他什么县市，县市名称，它里面的话县市名称的话，如果我要查到县市名称，那我其实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客户里面还有什么这边有客户代号客户名称，所以你可以从客户代号里面也可以查到代这个县市的名县市的名称。所以这边后面部分的话其他还有让员工名称可以从员工代号查，部门名称，部门名称的话呢，我看一下部门名称可以从员工对，可以从员工里面查，所以其实这边就是所谓的互相的关联。那关联是资料库啦，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以前你有学过资料库的概念的话，就会有 relation database 嘛，关联是资料库，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等同在 Excel 里面去做关联式资料库的动作，就互相的关联。那关联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用名称配合 view 函数，可以把资料给查过来。OK 所以最后再把那个资料阻挡，可以把它查完。这样子的话，这边就全部 OK 了。好，所以也许请各位先试一下，先第一个先把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个所谓的什么呢？定义名称先定义好。前面的话分别就是针对什么？代号档总共建了1、2、3个名称，员工建一个，客户建一个，品名建一个，销货单头就单头啊，单头表 OK 然后呢就建一个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再利用定义好的名称做资料查询。那资料查询主要是利用那个 view 函数所以请各位先确定一下你的那个什么呢？这个名称是不是建立了，而且是否建立正确试一下那名称的定义范围我就建议你就是直接选底到一直到底下也可以了